来玩这款游戏，我在长安有条街。这位年轻人跟往常一样周末加班，今天似乎有点不一样。怎样？我想说他在看什么美女图耶，不正经。哎，可以选男选女耶，是不是？不知道两边的故事剧情是不是不一样？哇，我忘了取名字。哇，岔赛。未来就是一个国，好，符合我的野心。呀，都冷静成这样，你谁？那个叫郝金敏，教你做人。谁和你说我没钱交店租的？哼，告诉你，我已经同屋主商议好了。什么破店？配音有点小声了，这个看起来可以重现哦。哇，我都流口水了，你知道吗？重现万岁，重现万岁，嘿嘿。来吧，先盖了，然后要赶快跟着任务跑，直到红岩解锁。欸，不过他 Life 的机还挺生动的欸，他是一个比较大动作的哈。来啦，修缮三次，招募八位员工。好，这是我的名士，也就是门客的意思啊。他这个教学不太优啊，没有一种顺畅感的。他这个教学啊，这个就是推关卡了。通商，一键通商可能要花钱的哦，是不是要 VIP？ 过关了，名士达到五级。